家好，我是小白。我哋今次翻嚟玩个新 RPG， 呢一个叫做《红色森林的魔女》。听讲呢个游戏就冇恐怖嘅，所以我先至玩嘅啫。冇错。跟住点解 BGM 咁细声嘅？跟住听讲呢个游戏咧就有少少似 V 家嘅某双子黄色头发嘅古仔咁样。跟住作者话系谂住佢哋去创作呢个游戏嘅，所以我哋就睇下系咪真系有啲嗰种感觉。我哋一起开始玩呢个新嘅 RPG 游戏。佢咪塞啦北座喺好耐好耐以前，這个小村子入边有一个伐木嘅少年。伐木嘅少年，佢一边伐木，一边同叔叔过住一个平静嘅生活。今日都好似以前咁样，孭住个斧头去呢个坟墓场。第一日，好好准备完成年嘅阴年啊！阿莱达，早晨啊！喵喵，系咪扮翻猫？喵！早晨啊，叔叔，我做嘢啦。哦，早啊，阿莲，今日要加油啊！嚟呢度零用钱，多谢你啊，叔叔，一直以嚟都好感激你。咦，嘿嘿嘿，我都系要叔叔，我出门啦，路上小心啊。猫猫，唔应该例牌都可以乜都 check 下嘅咩？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哇哦！我趴度瞓觉，我可以侧睡，可以趴度瞓，就唔可以向前瞓，会匿入被度。乜都冇得调查嘅，唔好太勉强自己啊！好啦，咁就除啦。好，今日都去面包店大叔嗰度买三文治，之后先去伐木场啦。仲唔系你面包店？早晨啊，小伙子，今日系新鲜嘅生火腿夹生菜同埋番茄嘅三文治哦。哇，睇你好似好味咁啊！嚟，大叔，钱俾你嘅。多谢你每日都嚟光临啊！啊，呢、這个另外送俾你嘅，拎住啦。嗯，牛奶，大叔可以咩？呢、這个唔系东边村子先至喺度卖嘅咩？诶，靠熟嘅人门路收咗好多，小伙子多啲饮先至可以骨骼壮健。多谢你啊！呢度有小伙子你一样去森林工作嘅人，所以赚钱啊，所以可以赚钱，真系唔错啊！哈哈哈哈，好得意啊只鸡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你咩嚟噶？小鸡，啾啾啾，啾啾啾，佩基喺度工作啊！哎呀，辛苦啦，连认真工作真系了不起啊！汪汪，佩基问好。佩基喺度工作，喺度工作紧啲乜嘢？因为好远，所以建议用马匹嚟移动。我唔可以骑马噶。冇，我估到冇个声。西村真系悠闲宁静啊！所以我而家要去边啊？其实乜都冇得 check， 公告版公布啦，对唔住咯。呢个村好似唔需要时钟，我觉得工作都是在安静的场所比较好呢。不想工作，所以在这里散步，要跟工头保密哦。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找人了嘛，所以这边是去坟墓场。哇，好多坟墓工人啊，迷路的甲子。
啊，攰死人啦！要同我唔输俾年青人噶。早晨，早晨啊，连今日都唔好输俾前辈啊。系，好，今日都要加油，连同叔叔嗰份。咦，我未同完同事讲嘢喎，做咩啊？时间差唔多要结束啦，各位开始收拾收拾啦，翻去之后充分咁休息，为听日做准备。今日嘅木头嘅粮分五次嘅话，话唔定就可以运送啦。喂，我喺东千添，我喺东村嗰度听咗一件事翻嚟啊。咩啊？嗰个红色嘅森林咧，你知唔知点解嗰度净系结红色嘅果实啊？啊，魔女咪啊！听讲咧，佢喺森林嘅深处，传闻嚟嘅就话，吓、啊，唔系我听讲唔系魔女、啊，系一个好糟邋遢嘅小伙子喺度、啊。嘿，无论点都一样啦，因为都系传闻，所以冇根据。所以啊，偶尔听到有人喺森林入边失踪，系咪啊？嗰、那个其实就系魔女将人类食咗啊！你话嗰啲食咗嘅人嘅血变成红色果实？唔系，根本都冇人见过魔女啊！啊，虽然好似系咁，而且呢一个森林嘅红色果实有其他水果冇嘅高营养价值。甘甜又美味，嗰啲嘢居然系用人血。我知道啦，唔好再讲啦。魔女嘅传闻真系可怕、啊，快啲翻屋企同叔叔食晚饭啦。咦？唔需要去前面，唔该晒。头好重啊，路上小心啊！咦，佢哋讲啲嘢系唔会唔同噶？哦，会噶，会唔同噶噃。所以我唔系翻到屋企啊？咦，嗰个咩嚟噶？坟墓嚟噶？问号？十字架？哦，叔叔养嘅猫嘅坟。翻嚟啦，叔叔，你做乜嘢啊？哦，阿莲，欢迎翻嚟啊！嗰个阿罗特冇翻屋企啊？咦？平时嘅话，就算出去为咗食饲料，都会提早翻嚟噶。啊，到底系点解啊？我喺村入边揾下。莲，马上就天黑啦，注意安全啊！我会小心噶啦。我知道你好着急，但千祈唔好去森林深处，因为入面都唔知道有啲咩喺度。我明白噶啦，叔叔。即系要我去森林深处啦？仲唔系？哼！鸡鸡，你有冇见到只猫猫啊？系咪猫猫嚟？系猫猫嚟啊？系啊，喵喵喵啊，记得系。今日剧情我应该系要去森林深处嘅，走晒路。唔系，一定喺东村迷路，错唔到嘅。姑且翻屋企一趟先。你又迷路，我只猫又迷路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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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叔叔，我翻嚟啦，莲欢迎翻嚟啊！阿雷达唔见咗，系啊，都去咗做嘢嗰度睇，当然冇入去森林入边啦，但系真系罕见啊！村入边居然周围都找不到阿莱特，肯定冇事嘅。阿莱特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之后会好似乜事都冇咁样翻嚟噶。嗬，我唔记得变声添，唔好咁样闷闷不乐啦。至今都有类似嘅事，唔系咩？好啦，虽然有啲寂寞，你食晚饭啦。佢哋喺村入边嘅某个地方噶。
啦，得啦。叔叔咁早起身嘅，早过叔叔起身至得。早晨啊，叔叔。早晨啊，莲。你今日有啲早起身喎，因为我要揾阿奈特。啊，系咁啊。不过我嘅熟人好似喺东村度揾紧，所以放心啦。嚟，零用钱俾你。多谢叔叔，我出门啦。点解冇翻嚟嘅呢？阿奈特。总之去面包店大叔嗰度买三文治先啦。早晨啊，小伙子，今日系鸡蛋夹盐叶牛肉，即系蛋牛治啦。同埋油花菜嘅体力满满三文治，哇正！多谢你啊，大叔。做咩啊，小伙子冇精神嘅？阿奈特仲未翻嚟咩？嗯，系啊，我而家去揾佢啊。哦，应该早起嘅。小伙子每次做完嘢都系露出毫不在意嘅表情，猫呢一件事都系攞出精神嚟。嗯，讲得都系咧。多谢你啊，大叔。怎样才可以借马？我想去东村。你阻住了我，妹仔，妹仔，妹仔。啊，公布栏会不会有？哼。点解你每一日都唔想做嘢？所以啊，我去开手，我哋继续玩。嗯，今日好似少咗人咁嘅，得翻你一个老人家，同埋，嘿，嗯。早晨啊，嗯，唔系连咩？早晨啊，做咩啊？而家时间仲好早喎。其实我寻日开始就揾紧失踪嘅宠物猫啦。哦，时间如果可以嘅话，我想去森林入面睇下。所以嗰、那个，我希望工头你可以同我一起去。嗯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喺工作之前有好多嘢要做，所以先嚟呢度噶。咁啊，而且森林入面好危险，我劝你都系唔好去比较好、啊。都是的，要不要去周围找一下先呢？嗯，好自然地跟着去音乐一起哼啊，放我过去啊。我都未开工，你要补咩物啫？你中意散步咪散步咯。睇嚟我都要一个人去噶啦，只能够一个人去啦咩？阿奈特，一个人哟。前方有红窗户，因为好危险，请不要继续前进。你估我想噶？咦，嗰度有个果实，果实添。唔阻住啊！啊，冇得去攞啊！我见佢跌咗个果实落嚟，可能有得执之类的。系、嗯、去唔到嘅，点解？吓、啊，唔介啊！人哋想去执果子啊，也好衰噶。嗰度有啊，呢度都有。周围有啲果子大，好似可以打水。喂，冇 BGM 喎，我好惊喎。喂，唔系真事啊！
冇啊，我惊惊。哦，阿雷特啊，阿雷特，喵，好担心你啊。喵。咦？咩嚟噶嗰个？哇！人？喵。魔女啊？咩啊？完全唔识嘅。阿雷特，你由寻日一直就开始喺度啦。嗰个听唔听到啊？阿雷特呢个人仲在生噶？只系识得喵喵喵，我边度识得听啊？寻晚开始你到底喺度做乜嘢啊？叔叔都喺度担心你噶。喵。唉，话说回来，总系觉得系一个好靓嘅人啊。喵。你猫完未啊你？咩啊？原来你一直喺度睇紧佢噶？唔通你俾佢迷住咗？哈哈，真可怜啊！无论有几中意猫同人之间嘅障壁，都系冇办法跨越噶。喵喵。阿雷特，差唔多要翻屋企啦，我都要去做嘢啦。喵。你唔好再突然消失啦。喵。好啦。咁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